手经理人的 IU 十六日出席在景福宫举办的品牌早春秀时，竟主动献吻，让粉丝看了惊喜不已。据了解，泰国女星戴薇卡霍内十七日在个人 IG 上传了一段与 IU 的互动影片，并用英文写下五月十六日的双胞胎爱你，希望你喜欢我给的生日礼物，祝你一切都好。从影片中可以看到，两人先是互相祝贺生日快乐，接着 IU 便主动亲吻了对方的脸颊，让他兴奋地尖叫了一声。而这段影片公开后，不少网友也对两人的好交情感到惊讶，纷纷回应：“原来他们这么好，疯了！”哎呦，超级可爱，好羡慕那位女星啊！